其实就是一开始就已经是有那种了，女人你引起了注意，然后就慢慢的，然后慢慢的发现有妇之夫，确实挺好看，但是就有一点眼睛睁不开，不是萧恒的眼线睫毛全没了，王心月本尊露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扇子台下把这个小动作还挺甜的，他抬我那一下，你抬我，老抬我，抬我呢在后面。那场是你自己加的，你忘了你自己加那个动作，因为我总是围着他转圈圈，然后这样子这样弄他一下。吴谨言、王心月揭秘剧中名场面上。一开始萧恒把薛芳菲当做棋子，从哪个节点开始不舍得让他入局当这个棋子了？我觉得是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说，哎，我这一刻就是爱上你。两个人相处的时候，萧恒看中了薛芳菲的独特点，他在每次面对困难的时候，那种韧劲儿，然后他自己不服输的劲儿。正好是萧恒喜欢的，能够让萧恒觉得，哎，怎么会有这么这样一位女子在这儿，就对她越来越好奇，然后从而喜欢上。我咋觉得从开局你就对我一见钟情了？所以我说嘛，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一件事情去那个啥嘛。等会儿撤回一下，倒一倒。就是你要说哪个喜欢的话，虽然我是不太相信一见钟情哈，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萧恒跟萧飞这种关系中，别这种事，你像你现在那种倾听者的形容，你要不是你想啊。就是像那种，你这次给我单头，先别给他，那笑完了再给他的反应。哦，笑，配合你。就是那种我说的哪？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，对对对。一见钟情，就是、喜欢是不知道从哪来的，一旦一见钟情。对，但是因为有一场是写的特别明确，剧本里面就是萧恒看见薛芳菲，就是你在下面，你跟那个谁在买瓜那一场，对啊，其实就是开始就已经是有那种了，开始不能说是谈不上喜欢嘛，就是感兴趣。对，女人你引起了注意，然后就慢慢的发现有妇之夫。再见他的时候，他又是另外一种身份过来，更加引起我的注意力了。来了，没有那种猎奇心态，你知道吧？那种兴奋感，然后慢慢在一次的事件发生过程中，觉得自己慢慢的从下棋人变成棋中人。跟踪我，天哪，天天的暗中观察，暗中观察接近我。从初识结缘到后来相互推拉，最后那天雨夜醉酒，薛芳菲终于直球问萧恒的心意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试探他嘛，因为那时候其实薛芳菲对萧恒已经有挺深的感情了。对。但是萧恒对薛芳菲什么态度？我也知道他对我是有感情的，但是我就希望他说嘛。不确定。我也希望他说，磨磨唧唧的。就是看不说话。不说。他不会说的。那场戏里，他俩在大雨中一起转圈圈发酒疯，还挺浪漫的。醉酒那个转圈圈，我们转了得有100圈了。转圈圈100天，然后那个雨是我拍戏到现在为止最大的雨。四箱车的雨，就一场戏有0.9。整车的雨。那个河都冲干了，我感觉真的那个走道那个过那个桥，他背我，我抱了起码有10来趟，好多趟，因为就是为了达那个烟跟那个雨正好融在一块的，从雾中然后走出去，确实挺好看，但是就有一点眼睛睁不开，他眼睛睁不开，然后拍，就是我在上面，我就想看到他，因为他在上面，他睫毛长，他能挡，我就挡不住，我的雨就刮不上来，我整个眼睛看他很难的，他真的很不容易的。他一边哭一边在那儿，我就睁不开眼，我一点没哭，就是那雨水冲着我眼睛痛苦。对。然后关键是什么吧？拍到后面真的，他的那个就是袍子，不是萧恒的眼线睫毛全没了，就王心月本尊露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的一点好不容易一点特殊的，把他的妆全卸了。基本上我俩就素着拍完了，对，头套也淋掉了，好大的雨，真的。我正准备说比一瓶这会儿那天的雨都要大。除了刚才聊的几场戏，大家还有没有自己觉得推拉的很甜的戏？我知道了，你喜欢我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喜欢你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？这个最那个啥，还有殊途同归，还有还人情。对，换人情。对，人情也是个两个人的一个。对，包括扇子台下吧。他抬我那一下，你抬我，老抬我，抬我了在后面。那场是你自己加的，你忘了你自己加那个动作，是他自己加的哦，是剧本里没有的。就是你那天还记得吗？那天走戏，然后你说主播一样动态一下，我说弄吧。他老抬我下巴。就是那一场，我们两个在那，你围着我绕圈圈，我老围他转圈圈。然后他那天词儿很多，他说我也围着你转圈圈。对，我说我也要拿个扇子，把他的扇子抢过来。因为我总是围着他转圈圈，然后这样弄他一下，然后他那天就这样子。所以有些戏他不打点，抬我一下下巴就不适应，怎么都抬上了呢？